米粉好吃不易做，道道工序有讲究。做手工粉这其实是比较累的。新型机器前来助力，看它如何让米粉飘香，让美味延续。粉条好吃，制作难，步骤繁杂，操作不易。粉条机横空出世，它制作的粉条能否媲美手工粉条，获得大家的认可呢？质量还可以。敬请收看《我爱发明》，制粉新法。嗦粉这个词儿这几年迅速的流行起来了，它足以说明一道简单的美食是如何打开我们的味蕾，占领我们的心灵的。走遍南方地区，甚至说北方很多地方，我们都能够看到颇具特色的米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给您介绍啊，一位长沙的朋友发明的一种米粉机。在湖南长沙有一种早餐深受大家的喜爱，那就是米粉。当地有一家米粉店，店面虽小，但顾客却络绎不绝。这其中有何奥秘呢？为此，我们找到了米粉店负责人贺成。为什么我们生意这么好呢？咱家粉都是那个纯手工制作的手工粉，口感会更加的嫩滑。贺成告诉我们，手工米粉的制作十分讲究，需要提前泡米、打米浆。再将打好的米浆进行发酵后蒸成米皮，最后经过切条等步骤，才能得到一碗好吃的米粉。手工米粉好吃，但每天的供应量是有限的。贺成为了增加销量，也曾试用过传统米粉机，但口感却不尽如人意。那么有没有可能让机器做出媲美手工口感的米粉呢？这个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另一个人。我叫刘开，来自湖南长沙。在我的老家衡阳，有比较传统的这个鲜榨粉的工艺，我们基本上都是吃的这个鲜粉长大的。这么多年在外面求学和工作，特别想念这个家乡的味道。我就想能不能通过设计制造出一款那个在外面随时随地都能吃鲜粉的一个设备来。经过八年的艰苦的研发，我的现做现吃的鲜榨米粉机终于成功了。那么刘开制作的这台机器怎么样呢？雨欣邀请从业多年的贺成一起前去了解情况。这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控制单元。第一步是先把这个米浆往这里放，这个地方我们就叫做米浆的一个入料口，就是米浆进去之后，里面有一些成型的一些机构，包括有一些加热的一些东西，就把它米浆就变成一个熟的米粉了。这台机器就像一个魔术箱，能把生米浆变成根根分明的鲜米粉。米浆倒入浸料口，经过成型桶压制后，再在蒸煮管道进行二次熟化。这时，爽弹新鲜的米粉就做出来了。那么这台机器做出的米粉怎么样呢？这是我们的一个米浆。其实它更像那种面团的感觉。是是是。刘大哥给我们展示了机器的实际操作过程。不一会儿，冒着热气儿的新鲜米粉就出来了。哎，现在已经出来了，看到没？直接就很轻松的，就是把这个扁粉就做出来了，感觉还不错，感觉还行哈。不知道那个煮到锅里之后那个口感怎么样？要不我煮一碗来尝一下。然而，就在刘大哥去煮粉的时候，机器发生了意外的情况。哎，等一下，看，哎，断了，这怎么了？哎，这里哈，这里已经断了。这粉这个韧性还是不行。韧性不行，机器好像也不是很稳定，是不是？虽然机器出现了问题，但是刘开对米粉的口感还是很自信的。那么贺成对机器做出的米粉又会作何评价呢？其实口感上还是跟我们手工粉还是有点点差距，磨出来的浆更细腻的话，可能口感会更好。那么要如何让米粉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呢？很快，刘开便有了思路，将机器改进完成了。改进后的机器变成了一个缩小版的魔术箱，不仅在外观上有了变化，而且螺杆的压力增大了，这解决了米粉易碎卡粉的情况。改进后的机器真的如刘大哥说的这么好吗？
大家都十分期待机器的效果。很快，米粉就做出来了。嗯，这要再嫩滑一些了。嗯，摸一下就啊，可以摸一下，注意些，别烫啊。嗯，啊，好光滑呀。对。手感也好一些，对对对，那个韧性确实也不错，比上一次的要好，对，至少没有出现上次那种断裂的情况。对，只是不知道下到碗里之后感觉怎么样，就口感有没有改进，是不是？对对对。刘大哥，哎，能再下一碗米粉给我们试试吗？没问题啊，可以啊，我们再尝一下。行，那我就再做一碗给你尝一下。好，机器确实出粉更顺畅了，那么在口感上又有什么改进呢？这个入口确实还是比上次要好一些，好了不少。嗯，跟我们手工粉做出来的口感，我感觉也应该差不多了。但是，这个口感方面的话，我说的不算啊。我们来 PK 一下，就是您这边用机器做粉。和您的手工粉 PK 一下。对对对，我这边的话就用我老师傅那个来做，然后做出来之后看对比一下，看我的那些老顾客看更喜欢谁做的粉。刘大哥，你觉得可以吗？可以啊，没有问题啊。机器改进的效果得到了贺大哥初步的认可，但是和真正的手工队高手们比起来，会有什么区别呢？为了测试米粉的最终效果，我们邀请了一群特别的食客，由附近的小朋友和家长组成的亲子团。那么他们究竟更喜欢哪一队做出来的米粉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要举办一场米粉大联欢。在我的左手边的呢，是我们贺大哥带领的人工队，右手边的呢，是我们刘大哥带领的机器队。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常德米粉协会的会长来作为这次比赛的裁判。今天的比赛分为人工队和机器队，比赛时间一个小时，在一个小时之内，哪个队做的米粉最快，做的米粉的口感最好，这个队就获胜。刘大哥，哎，您对这次比赛有没有信心？有，机器必胜。贺大哥，哎，您对这次比赛有没有信心？我是非常有信心，嗯，对，所以我要祝他们好运。李师傅，啊，那您对这次比赛有没有信心？很有信心，因为我们有五个人，人多力量大，我们一定能赢。那我们人工队这边有没有什么口号？手工米粉，传统味道，666。好，那我们机器队这边呢？机器做鲜粉，又快又好吃。3、2、1，比赛开始。随着比赛的一声令下，人工队和机器队各就各位。就在人工队干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机器却迟迟没开机，这究竟是怎么了？我们机器这边还没开始是吗？对，我们现在在加热。就在人工队做出来第七张米皮的时候，机器队终于开始出粉了。好，我们粉已经出来了。虽然机器队起步比较慢，但是出粉的效率非常快，短短的时间内做出来的米粉已经相当于人工队的3张米皮了。齐会长，我们现在时间过去多久了？过去了20分钟了。比赛已经过去20分钟了。对，机器队的这个速度哈，跟人工队比，您觉得哪一队会快一点？机器的应该快一点。机器的应该快一点。嗯。你等会想吃哪一队的粉？机器队的。想吃机器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快。它很快。大家都对机器队充满信心，但人工队也毫不逊色，紧锣密鼓的在加紧做粉。可就在这时，机器队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哎，我们机器队这边怎么了？我看怎么不出粉了。哦，我在找原因。由于机器发生了突发情况，操作机器的大姐显得十分的焦急。大家经过紧急排查，终于找到了原因。那地方跳闸了。
跳闸了，能修好吗？现在可以，很快的。那我们抓紧时间啊。好的。再次启动的机器开足了马力，开始奋起直追。此时的大姐还放出了狠话：让他十分钟，也要超过他们。让他十分钟。我觉得我的筋道应该比他的要好。嗯，我们口感也不输他们。让人没想到的是，此时的人工队也出现了问题。哎，我们这一块是怎么了？做砸了。为什么？是哪个工序出现问题了？应该说两个工序吧。第一个是这个温度不够，刚才温度没上来，我们就开始在做了，就是这个皮子。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这个粉的粘稠度没调好，所以做砸了。为什么我们这边切得这么慢呀？因为我们这个刀可能是不太锋利吧，所以切起来不顺畅。这影响您的发挥。对，大家注意了啊，我们比赛最后还剩五分钟。贺大哥，我们加快了速度是不是？我看您。对对对，因为那个比赛时间不是快到了吗？对，还有五分钟。对对对，咱说要冲刺一下，要加快进度。比赛临近尾声，双方都加快了速度，想在这最后的时间里冲刺一把。那么究竟哪一队做出来的米粉更多呢？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开始倒计时，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时间到，我们停一下。来，我们看看机器队和人工队给我做了多少粉。我们先看一下人工队这边做了多少粉。停一下，11.9千克。我们再看一下机器队这边做了多少粉。17.63千克。机器队做出的粉在重量上略胜一筹，那么在口感上哪一队会更受欢迎呢？我觉得手工粉好吃。我觉得手工我更喜欢吃一点。你觉得哪个粉好吃一点？这个机器做的。机器做的好吃一点。我觉得这个机器做的粉比较有弹性，没那么容易断。机器做的粉呢，它一个是光滑一些，整个粉的劲道爽滑，口感呢还不错。好，这是我们手工队的粉，它那个比机器队的还软一点，嚼劲还差一点。大家品尝完两队的米粉之后就开始投票了，那么究竟哪一队能获得最终的胜利呢？邢会长，我们数一下人工队这边的票数。1、2、3、4、5、6、7。人工队是7票。继续给这边看一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机器的效率最高，口感呢，刚才大家投票票数呢要多一些，所以我宣布机器队获胜。机器队获胜。经过激烈的角逐，刘开制作的米粉机获得了大家的认可。相信有了米粉机的助力，更多像贺成一样从事米粉制作的店家，也能在提高制作效率的同时，保证出品米粉的品质，为地方特色美食的传播出一份力。说完了米粉，咱们就得说一说我们北方地区类似于米粉的一种东西，这个呢就是粉条。过去啊，做粉条的时候全靠手工打制，当然现在呢，很多时候我们见到都是粉条机了。不过今年我们既然要给您介绍关于粉条的发明，那肯定是粉条机啊。那这款粉条机跟传统的又有什么不同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到河南省漯河市看看粉条是怎么制作的。粉条是以红薯、马铃薯等为原料，经末浆沉淀加工后制成的丝条状的传统食品。传统手工粉条的制作主要分为两步，锤瓢和捞粉。这不仅需要一定的技巧，还需要有足够的体力。今天的主人公就做了一台粉条机，来帮助人工师傅减轻劳动力。我叫冯永杰，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人。我一直就是从事这个机械加工，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做这个红薯淀粉的深加工。这个就是咱家里用那个液化气加热炉这个是燃烧机通过燃烧机进入锅的下面
把这个水烧开，把这个粉就是和好这个粉放到瓢里面，放进电瓢了以后，漏粉漏入锅里煮熟以后，这边一个人把它拉下来冰一下就可以了。您能给我试试吗？演示一下。可以啊。哦，是往里边装的哈。等一下，等一下，转动一下，上面震动震动就可以了。啊。可以了吧？哎，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就不用人手敲了啊！对对对，不用了，这是省劲了，对对，手都不疼了。对对对对对。我们看到机器开动后，人工师傅只需要将粉糊放入吊瓢中，通过电机的运转带动吊瓢震动，粉糊便均匀漏出并落入锅中。粉条过水冷却，再由另一位师傅捞出上干，粉条就算制作完成了。做得不错呀。是啊，相当不错。咱能不能跟人比比效率呢？可以啊，就找那个专业的。为了测试粉条机的效果，冯永杰找到了专业制作粉条的冯师傅，想跟他来个小比赛。怎么比呀、啊？咱们？哎呀，就是每人用70斤左右的淀粉，就是看谁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看谁下的最快，把这个淀粉做好，做好做完，就算胜利。行。双方开始制作粉糊，做好了赛前准备，比赛一触即发。准备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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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开始漏了是吧？对对，开始。机器队的粉条已经开始下锅，而人工队这边也不甘示弱。开始了，您这儿开始了。看您那个手法很娴熟啊，您干几年了？干了10年。你看他这个用手锤的时候，就是很费力，而且还得要停。我这个都不需要停顿，就是一直工作，所以说比他那个快。机器队这边效果不错，人工队也进展顺利，师傅们个个干劲十足，并没有把机器放在眼里。强迫他们，强迫他们。怎么样？弄了多少了？4根。人工队这边锤瓢的师傅一瓢接着一瓢，不断拍打着漏瓢，确实很辛苦。而机器队的师傅看起来悠闲不少，只需要往吊瓢中添加粉糊，就会有粉条不间断地露出。比赛有条不紊地进行着，机器队的出粉量明显高于人工队。现在还有多少啊？您那儿最多20斤吧？那这20斤的话，估计还得多长时间啊？20斤也就是10分钟吧。师傅们得加油喽！他们快完事儿了，快点啊！快了，还剩多少啊？这是现在有一小半吧？还有一小半是吧？啊，两边差不多。人工队师傅们快马加鞭，争取最后的机会赶超机器队。机器队那边也当仁不让，那么究竟哪队会率先完成呢？来，快点！我这边没有了，完了！完了，完了！哟，不是吧？他这完事儿了，咱看看去。怎么样的效果？你看着？可以，很好。来对比一下，来对比一下，差不多，基本上差不多，对。男爵的这个效果可以吗？效果可以，还行是吧？粉条机制作的粉条得到了人工队冯师傅的认可，而他又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我有个朋友是西安的，他每年做几十万斤，要不你做一个大机器？我这个回家设计一下，琢磨琢磨。获得肯定的冯永杰很快投入到继续的研发中，没过多久新机器就制作完成了。这台粉条机升级后焕然一新，红薯粉经过揉搓变成了红薯糊，新升级的锤瓢装置如同手工师傅的双手锤打在红薯糊上，露出的红薯糊粗细均匀，如垂帘一般。下锅煮熟后的粉条被运送到传送带上进行冲凉，整个过程一气呵成。新机器做出来被连夜送到了陕西省西安市一位王师傅的加工厂，机器立马投入到了使用当中。机器能否得到王师傅的认可呢？好，出来了，出来了。好，这就上去了哈。对，进条了就。进条下锅，它是连环工作的时候，这个都一直都在做工作，这是代替手了。就现在这个只能都不需要人了。现在效果怎么样？看着效果看着没问题。你看它出位置下锅的时候比较均匀的，粗细也都比较合理啊，基本上差不多。这次盘子行吗？还可以，还可以哈。
机器的效果让王师傅很满意，不过对于机器的效率，王师傅还想跟人工对比一下，冯永杰二话不说就答应下来。于是双方马不停蹄地准备好原料，一切准备就绪，比赛一触即发。王师傅，您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吧？好了。您这儿呢？我这准备好了。行，那我就给你们计个时。可以可以。好吧。好的，咱看看结果。中。好吧，准备啊，3、2、1开始。比赛开始，这次人工队的冯师傅亲自锤瓢，看样子志在必得。这次比赛双方各需要将100千克淀粉制作成粉条，人工队这边一共8名师傅，他们分工有序，配合默契，而机器那边只需要4名师傅操作机器。看得出机器的速度可是不容小觑的，每一个环节都按部就班的进行。这个第几杆了？他这个第三杆了，马上看第四杆了哈，那挺快的，但这质量没问题。怎么样，师傅？不，我看下了1/3了。而人工队那边也不甘示弱，粉糊一瓢接一瓢的下，粉条一杆接一杆的出。啊，人工队做了1、2、3、4、5、6、7、8、9、10，人工队现在做10杆了。人工队的师傅们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制作粉条的速度非常快。眼看第一盆粉糊已经见底，机器这边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第一批粉糊就快要制作完成了。整个比赛过程中，粉条机一直备受关注。效果怎么样？这个可以。可以是吗？这个刮比速度能快速，可能快30%。王师傅，我看他这第一锅已经完事了，对吧？现在用了15分钟了，已经，对，15分钟完成了一锅。现在我看现在正在和那糊呢，准备开始弄第二锅了。比赛还在进行，机器队进展过半，开始制作第二锅粉条，暂时领先了人工队。此时的人工队紧追其后，也开始准备第二锅粉糊，双方你追我赶，互不相让。这点估计还得多长时间弄完？还剩哪点？这点也就是十几分钟吧，11、12分钟。那还行，咱再看看。机器队依然进展迅速，可人工队这边却是另一番景象。怎么都歇上了？我看都怎么了？怎么都歇着了？不对，哎，有点累了是吧？对，有点累。也是，都弄了20分钟了，可不嘛。行，那还得努努力啊。好，好嘞，努力，别努力。好。人工队短暂的休息，原本给了机器队冲刺的机会，然而机器这边却忙中出错，乱了阵脚。这儿我还容易存哈，火有点大了。火大了是吧？那这儿下不去了，这缠住了。这是刚才那个地方那个火不是？啊，火大了。看火没有看好。啊，没看好火。没看好火，就是温度有点高了。眼看机器队那边出了问题，人工队师傅们来了气势，粉条一杆接一杆的出，看样子是要反超机器队。机器这边很快清理完毕，重整旗鼓，究竟哪队能够率先完成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怎么了？没有了。没了？完事了是吧？完事。师傅们，还有多少啊？还有4、5瓶。他们那边都完事了。做完了，咱停一下吧。好，咱还是有点落后了。好。对，咱看看质量，好吧？好。我看一共用的是34分钟。您这边一共做了多少杆？39杆。您这边呢？21杆。21杆。啊，行，那就这个效率上面还是机器快点。对，对吧？咱再看看质量。行，好吧。质量还可以，还可以哈，还可以，这样符合您的要求啊，符合要求。冯永杰制作的粉条机，无论从效率上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媲美手工的水平。相信有了粉条机，王师傅的粉条加工厂一定能进一步扩大产量，为市场提供更加优质的粉条。
生活需要改变，人的一生都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怎么能要求美食始终是一成不变的呢？机器也是如此，虽说粉条机早就已经有了，但是新的机器总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新的体验。好，感谢收看，下期节目再见。